这么多年，你还是没变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还说呢，当年要不是某些人编故事骗我东西，说不定我现在水平啊都可以参加国际比赛了。这可说不好，有些天赋是你学也学不来的，啊。不过，看在你是他原主人的份上，我教你两招。 你看啊，拼魔方呢，就要先拼一面。比如你先把黄色这面拼好，你就要先把黄色这面的这个十字拼出来。嗯。怎么拼呢？找到所有中间的这一块，把它给挪上去。这面不就拼好了吗？ 哇，原来这么玩的！你自己带回家玩吧，我继续去做饭。你把手洗了，准备吃饭。哦。 真没想到，这一桌子菜居然都是你做的。在国外生活，要是不想被饿死，应该谁都会学会这项求生的技能。把那个酒杯拿过来，轻一点。就这个玻璃杯吗？2000一个，瑞士原产。真的假的？这么贵？真的假的？ 尝尝，好吃吧？嗯，嗯，真好吃。吃慢一点，旺财都比你斯文。管真管，当年你非要穿真维斯红色立领上学的时候，我可没说过你。啊。穿什么？ 我不记得，没穿过。啊，就算你现在当上了 MS 的总经理，也抹不去你曾经那些黑历史。我告诉你啊，最好不要给我穿小鞋，不然我就把那些光荣事迹全都抖出来。将军，我倒要看看，现在这个衣冠楚楚的 MS 高管，当年呢是怎么为了一只猪蹄追求我们班小胖妞的？<笑>吃你的茄子，吃你，塞住你的嘴。 话多，真香。有空见一面吗？有工作啊？下会儿电话。嗯，你尝一个嘛，可好吃了。是吗？那肯定啊，我做的呀。是，好吃吧？是吗？好吃吧？嗯。